江南区的霞游亭站、新沙站非常的有名，它有整形一条街的称号。有人把这一区比喻成台北的天母、北京的三里屯。这里除了有许多国际精品品牌，还有许多明星开的美容院、个性服饰店，也是许多韩剧经典场景的所在地，因此吸引了许多人来这边一探究竟，也想看看能不能看到自己心目中的明星哦。从霞游亭三号出口走出来，边走边逛，大概就可以到我们的绅士品格主要的拍摄场景 Mango City。如果你不想走那么久也没关系，来一段计程车，又便宜又快速。Taxi。绅士的品格是张东健和金荷娜主演的韩剧。这四个中年大叔的爱情故事播出之后，在亚洲各国受到热烈的欢迎，也让这间充满浪漫氛围的咖啡厅成为追星族来到首尔一定要朝圣的地方哦。Mango Seeds 是一家连锁的咖啡厅，今天要带大家来的 Mango Seeds 是岛山店，也是绅士的品格主要的拍摄场景。一在店门口，我就看到张东健在对我微笑呢。Mango Seeds 除了芒果系列的饮品之外呢，它还有轻食、三明治、蛋糕、汉堡这些，而且标榜低脂的优格冰淇淋，还可以自己动手挤，配料自己选，是一家非常有趣又多元化的咖啡厅哦。Mango Seeds 还是有名的就是冰淇淋，我们有大杯跟小杯。那我们的口味有椰子、芒果、Yoga、Kiwi、奇异果。当然，我最想吃的就是标榜低脂的 Yoga 冰淇淋。噔噔。这就是我自己 DIY 的 Yoga 冰淇淋哦。처음 얼마나 필요하신가요？감사합니다。안녕하세요。일반적으로 보시면 중국 분들이나 일본 분들이 많이 사다 주시는데 그 중에서도 중국 분들이 가장 많이 사다 주세요。저쪽 보시면은 저 사진이 보여있는 그 남자분 네 분 앉으셨던 드라마에서 거기 그 자리 가장 인기가 많고요。 그 다음에 그 창가 자리장동건씨랑김하늘씨가앉으셨던그자리가인기가많으세요。我终于坐到这个位置了，真的等得好辛苦哦。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是我的偶像张东健坐的地方。Mango Seeds 既然要来，我们要吃些什么呢？一定是他的招牌以及他最有名的。看今天杰菲亚娃点些什么呢？这个是他的年轮蛋糕，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好吃。同时我还点了一个，这个呢是他最有名的 Berry 冰淇淋松饼，看一下，非常的秀色可餐。我也点了三杯在绅士的品格里面最常出现的饮料，第一杯呢就是我们的椰香芒果冰沙，再来这杯呢就是有点特别，它是芒果香蕉，这一杯哈哈哈哈是张东健最爱喝的 Blue Lemon， 也就是蓝色柠檬水，所以现在这个是我的最爱哦。我有恋爱的感觉。 Mango Seeds 的甜点很轻食，好吃又非常有特色，一向深受顾客们的喜爱，所以成为游客们来到首尔一定要来造访的店家。在这里我度过了一个优雅而愉快的夏日午后，心情都飞扬了起来呢，真的是好幸福好满足哦。接下来让杰菲亚娃带大家去另一家非常有韩国当地特色的餐厅吧，走。我刚刚搭八号线，现在这里是石村站，这里是七号出口，我们要直走，带大家去一家知名的炸鸡店，来跟着我。我看到金贤总了，就在那里，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鱼叉炸鸡店是由《恶作剧之吻》《流星花园》的男主角金贤重所开设的，
听说金贤重与他的朋友在小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开炸鸡店。所以在金贤重走红之后呢，他就跟他的朋友一起完成了这个梦想。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知名炸鸡店叫 Chasai Chicken， 也就是鱼叉炸鸡店。那为什么它那么有名呢？哈，因为它是我最喜欢的金贤重和他两位朋友开的。所以看看现在这个店都有来自很多地方慕名而来的粉丝，而且粉丝们都还有在留言板贴下贴心小语给金贤重哦。这家创始店虽然没有铺张华丽的装潢，但感觉非常的亲切，而店里店外也常常都大排长龙的呢。普通朋友呢，日本人啊、中国、台湾、네、泰国、네、日本분들은아무래도좀매운게좀이제그러시다보니까마일드자주맵지않은마일드를드시고중국이나대만쪽분들은이제오리지널을많이찾으시고예如果不会韩文，也不用担心点餐的问题。大家看看他的菜单，都有一个很大的照片，还有英文。我们为大家点的是他的招牌裹了粉的炸鸡，还有一个呢是观光客最爱的，就是炸过鸡肉，然后加上酱料，然后有一个年糕，这两道配上啤酒，哇，真的是太棒了。鱼叉炸鸡选用的是韩国本地巴西的无骨鸡，所以鸡肉鲜嫩，又不必担心吃到骨头，让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这家呢是创始店，虽然店铺不大，可是非常适合跟三五好友聚会聊天。而且啊，听说金贤重本人偶尔还会出现在店里面哦。来到首尔，一定不要忘记造访这家值回票价的炸鸡店哦。